简单易懂好操作，这些牌卡游戏可以依据不同人数搭配十多种玩法，增加国中生学习的乐趣。谢谢大家，这一次结合北北桃的相关的大学啊，还有我们高中职的一个资源做整合，那结合我们新北市的高中职，再加上我们国中的从整个生涯辅导的一个角度啊，这是我们全国唯一的生涯辅导团哦，能够来推动相关的一个整合的工作啊。那当然很重要的是，今天各位看到叫做适性无限卡哦。就是希望每一个孩子摆对位置啊，他就能够发展他无限的潜能啊，所以这个部分是代表的是潜力无限。教育局表示，由新北市生涯发展教育辅导团携手北北基桃高级中学等学校大专院校，共同研发融入生涯发展适性探索的精神到游戏里面，并且利用投射测验的内涵，借由牌卡提供孩子们认识深层的自己，同时透过教师引导来帮助学生理解职群的问题还有发展需求，进而探索自己的专长兴趣。技职教育比普通教育更进步的地方是，它及早的让孩子找到自己的最爱，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做这样的一个我们这个有趣的生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生涯牌卡，而且是全国首创的。我想也再一次的感谢我们新北市有最多的职探中心16个，再加上我们每一个群科全部都有7大类，那我们今天的15个牌卡15个职群都能够让孩子了解自己的兴趣、性向跟潜能，我觉得这是在我们生涯辅导教育里面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新北市的每一位孩子试探来找到他们的兴趣，并陪伴他们成长，成就他们的未来。无上限的学习，让孩子们边玩游戏边认识职业内涵，找到属于自己的路。新北市教育局说，以适性发展为核心目标，持续带领学生成长前进。记者黄佑贤，新北市报道。